家来到三十分钟在家玩设计。我是韩文，我是洋洋。洋洋，你有听过 DFC 吗？有。那你知道 DFC 有四个步骤吗？不知道。那我跟你解释一下，第一个步骤呢是感受。感受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睁开眼睛，然后打开耳朵，然后去观察，还有感受一下身边有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困扰的事情。然后再来呢，观察完之后呢，就是想象。想象就是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，去想办法来解决我们的困扰。噔，然后我们噔有了解决方法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它实际做出来，就是实践。然后实践完之后，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行动，是分享。洋洋，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病毒吗？知道啊。嗯，那所以是不是你最近去公园玩的时间就比较短了？对啊。比较不能去公园玩，只能待在家。啊、嗯，那你有觉得在家有点无聊吗？当然了，一定很无聊的啊。就每天跟妈妈大眼瞪小眼、嗯。那你知道在家也可以做 DFC 四步骤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哦，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介绍那个四步骤吗？就是呢，我们在家可以去感受一个我们觉得很困扰的空间，然后一起当设计师去改善它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嗯，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当设计师，然后一起来破关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三十分钟在家玩设计，我们下次见。